你终于来了。怎么是你啊？怎么不能是我呀？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我帮你回忆一下啊，是你约我来还鞋子，约戴志见面的，不对吗？对呀，你拿了鞋子走，你在这儿弹钢琴干什么呢？啊，我看你朋友圈分享过这首曲子，想着你应该会喜欢，所以找了个老师专门每天练，有点小天赋啊。你不用揣摩我的喜好，更不用费尽心思讨好我。是不是我怎么做都不对，就是看我不顺眼？对，我就这样。哎，你对我没有那个意思，你约我到这个酒吧来干什么？哥们儿，我有朋友在这儿工作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拿着你的鞋赶紧走。还有，把你手机里的视频照片给我删了，咱俩以后别见面了。因为我一见到你就会让我觉得特尴尬。你吃错药了，我原本以为你只是脾气差了一点，嘴巴硬了一点，才一直让着你。你有病吧？你有病吧你？好，删视频是吧？删了，以后我们老死不相往来。老死不相往来就老死不相往来，我再见你我是狗。你小子的酒量不行呐，才喝了一瓶半你就喝不动了。叔叔，你在干嘛？他不会喝酒，你干嘛要这样灌他？酒品见人品，我这个当爹的替你考验考验他啊。小苏，不是当初我带轩轩走的时候，你不是说以后我的事情你再也不管了吗？你今天干嘛又要管啊？浩宇，浩宇，你怎么样？走得动吗？以后别再让我看见你喝酒。浩宇，走，我扶你回去。来，这里。你还好吗？要不要给你倒点水啊？对不起。终于说出来了。为什么要道歉？因为很多事情。很多次，我都想跟你说对不起。爷爷、晨晨、公司每个人，我都要照顾好。我好累啊，我心里有好多话都没有办法跟人说。谢谢你。齐思乐，自从你住进来，我的生活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我现在这里是满的。我们可以一直这么走下去吗？全部记，多想我有天。
怕是只有这一刻，希望您今天所说的。